好，这边是我们的扭蛋区，然后转过来这边是拍照，还有祈福抽签。这边是个鸟居嘛？这还没有做完，这边应该是一个对妈妈神宫，这还没做完，明天会逛上去。然后呢，庙里当然就是神宫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抽签的签师的地方，签师的地方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分别我们的七猫呢，分别是有七支签，那我们来抽抽看。我先来抽一张好了，我随便来抽一张，看看我今天的运气如何。那就是你好了，这是谁？柚子，这是柚子，身强体健。你以为只有这样子吗？错了，我下面还有写的东西。念一下，拥有完美身材。我最想要的就是拥有完美身材。二级百病不侵，若临陌生之处，即刻安抚水土。哇，这是网络上 copy 的文字吗？我跟你讲，这完全是我在，就是被诗人附身的时候写的。你要发誓这是你写的，这真的是我写的，太好了。没有，我是证人。我跟你讲，这真的是我写，因为他那时候就跟我说，志明你现在给我七段文字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七段。他说他就跟我讲说要干嘛用的，然后就叫我写。他非常不负责任，就直接叫我写。然后啊，他有先对他先从网络上找了七段，然后就说不能啊，这都别人写的，你这样放上去我们就是没有著作权。有失你的尊严。对，然后我他就说，那不然你用试着用这些改。我说，可是我真的无法改哎。我说，而且因为他本来找来的是有的四个字的，有的六个字的，有的七个字的。我想说，那应该统一吧。所以后来就变成统一的。哎，那你来抽一个好了。我要想抽啊。那来，那给你抽。来，我先给李博抽。好。那我先闭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抽到了嗖嗖的，智力超群，万事皆得高分。仕途一帆风顺，难免困顿之时，必能有如神助。哇塞，你知道这个非常适合，就是学生也可以哦。学生抽到这个不错，工作的人、社会人士也可以。大家只要遇到困顿之时、不如意的地方，就会有神明降临在你身上。可是这么厉害，对，他是智商代表。来，换汉汉来抽一张。你要闭眼睛。那个时候你在我旁边写的时候很厉害耶。闭眼睛哦，闭眼睛这个。来，这个是阿玛的，阿玛的，你是万事必胜。来，举世无人能敌，运气亦能随行。哇，押韵哎！只要愿意努力，冠军垂手可得。所以我还要再努力一下。对，但我刚刚以为你会抽到有一个，你知道有一个很适合你，就是招娣的哦，恋爱是恋爱结缘，结缘，结缘。我有点需要你知道恋爱结缘有多厉害吗？桃花朵朵盛开，时刻散发灵气。灵气是什么一个概念？迷倒无数众生，只因你的存在。这应该是我的，这句很像歌词哎。只因我为是，哦，所以大家可以来这边抽抽看。对，我奉劝各位是闭眼睛抽，比较真诚。对，然后你可以抽完之后就是拍照，让我们知道你到底抽到什么，看看你的运气如何。我很想知道大家的。你可以 take 个志明诗人。大家扭完扭蛋记得来抽抽签哦。